过来了。这里要把这根水管它长到这个后面的，因为这个下面这个地平不平，这个水排在这里的话就排不出去，这里有一个那个坑。这个钻头有点太大了，打了洞比较大，用点木头尖一下，普通话叫塞一下。我这个钓钩多少？一百多斤。多干。哟，选多。这下面这个这里还没办法接，因为家里只有两个直接，现在没有直接了，这里需要一个直接两个直接，还需要一点管子、不过把这里接了就好了，因为待会儿他们要把这个架拆了，所以只要把这上面改了，这下面到时候搭一个这个长梯子就可以上来弄了，到时候就站在这个梯子上，站这么高，然后这个也差不多，这个差不多四米多高吧。哎呀，这个手刚好合适。行了，就这样。下去。等以后有了个管子的时候再弄。今天下午先不弄。今天下午还要去弄一下那个网线。网线。超溜的五羊桶，现在来弄一下网线，还要把这网线管子改一下。他原来计划是这里有两根网线出来，一根放在这里，然后一根就从这里放一直放到楼下面去，然后这个网线会和这个电线这样搅在一起。我是这个是严重违规的，但是农村这些师傅呢，就是哎呀，怎么方便怎么来，做的也不是太标准，所以呢，现在我就自己要把它改一下，从这里打个洞打过来。
不弄了，这个以后来弄。现在就不弄了，现在快八点了，吃晚饭。哇塞，搞了一身的灰，洗个手，洗个脸，吃饭。还是要吃公文，我的3年好多了。你还是要住在，哼，你要吃公文有没得用？这是那你修房子，人家说你安排。那都是这个流程才行。我们还能，他说弄石膏来。啥子？嗯，明年子。那背的不多。前天才拽过才挂背。哎，前天才挂背。我们就连在顶连挂杯，今天是完工。你喊我挣，我这个歪，歪不讲。哪喊你挣？我蛮好挣的。我是。原来啊，这个瓷器啊和战国时的思想家庄子有关。比喻的竟然是我就说得空不得空，因为你们偷的。最后一组花朵允许各种授粉耗尽。小苎麻赤蛱蝶的后代被金鱼的接管，每个接管成为了近亲。每次都会长出新的身体，每一个灵气